大家好，这是金色承诺。今天我拍一个小短录像，给你看看我儿子怎么玩一些具有创造性的玩具。这些玩具它有很多种方法玩，小孩子可以锻炼他的那个小肌肉能力，同时呢，他也可以锻炼他的创造能力。哦，弟弟来了，老二。老二，哦，哇，老二，你是老大对吗？你老大要教老二吗？好，那你教，这些玩具呢，我觉得对3岁小孩呢刚刚好，但是呢，你需要慢慢教他，引导他，因为有些还比较难一点。你现在在干什么呀？在修车子。你在修车子啊？你车子是个什么牌子的车子啊？啊，好。哦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现在跟爸爸在搭，你搭的是什么呀？你可以告诉妈妈你搭的是什么吗？爸爸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宝宝搭的是什么吗？You can say in English what you guys are making. We are making an extraction. Ooh, Extraction? that's Maybe cool. robot? Is it Yeah. robot? Yeah.